欢快点的，对，让人一听就想跳舞，说不定我们跳着跳着，相遇就跳起来了。哎，同学们跟着我啊，跟上啊，我们到上海野生动物园了啊！来，先来一号选手，蛋同学。二号选手，小太妹树同学。你这包还是什么精神卫生中心呢？啊，刘念太帅了，找着了我跟你说，来三号，哎呀，班长，我最像初中生。哎，坐这儿坐这儿，快来快来，看动物喽。好了，第一站起飞的亚洲区。什么亚洲区？奇妙的亚洲亚洲区，有洲，那有那个苏梅红吗？哎，有雪豹吗？真是。猴子姐，罗杰来了，罗杰来了，罗杰来了。开玩笑，我觉得就是这样，说来来就是这里。没事，我搀扶着你。没有没有，没蛇，没蛇，这是那个蜥蜴，怕谁啊？哎，这儿呢？这么小啊？就一个，就一个不动的，你过来，就一个不动的。我在看呢，我在看呢。那都没有长绒了。花纹，我的天哪，太好看了！你看这个。回家我就养一套一模一样的，我跟你说，哇，太帅了，天哪，这么帅，这么帅的吧，太帅了，怎么不动啊，快动起来，兄弟，别冬眠了，家人，嗯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你看呀，这蛇都一动都不动呢，太拉胯，太拉胯，全场最辣，我用。我这样一想起来，我在那个工作的那个地方还是留下挺多的笑料的。讲讲韭菜盒子，就是我是咨客，就是站在门口负责接电话，然后预定座位、预定包间的那一种。但是我特别喜欢去传菜，因为我传菜的时候，我可以帮客人品评一下。当然我是注意卫生的，我不用牙签。他们做的菜也确实好吃，有一些顾客吃剩下的菜，比如说可能这个顾客不喜欢这个菜吧，吃了一口就不吃了，然后我们后台一些员工就会打包起来拿回家吃，就不浪费了嘛，要不然就全部就倒掉了。然后有一天我值晚班，整个餐厅里面就只剩最后一桌客人，他们就点了韭菜盒子。然后这个面点嘛，本来就做的比较慢的，都是现做的，然后就什么菜都上完了，就韭菜盒子没来。然后客人已经催促过好多次了，说我们的韭菜盒子呢，我不要了。在客人刚说完我不要了，我准备打电话去楼上，那餐厅在楼上，它是有个传菜电梯下来的，我说他不要了，他说我们都做好了都下去了。那我就看到电梯就下来了一份韭菜盒子，我说可能客人说不要了，他就说那没办法，给客人退了吧。我说好，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旁边的这个服务员，我说像这种客人不要了的怎么办？他说如果真不要了的话就吃掉呗。一共有六个，我就吃了一个，然后我还含在嘴里呢，我还没咽下去，我还在嚼呢。然后负责听面的服务员冲过来说客人又要了。 No， 这怪我吗？这整件事情他就不怪我。然后那个服务员看到韭菜盒子在那，就拿着东西准备上，他说嗯，怎么少一个呢？我说我吃了一个。他说你怎么能吃顾客的东西呢？而且这个东西是有数的，你吃别的东西也就算了。我主管就过来说什么回事，他说顾客点的韭菜盒子他吃了一个。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我看上去像那种傻逼一样，我下次我又讲不清楚。我说不是，是他说他不要了然后我才吃的。我们主管当时的处理是跟顾客去道歉，说这个韭菜盒子今天是出不来了，把这个韭菜盒子给他退单了，还给他打折。
那一盒韭菜盒子我付钱了，但是我炫的并不开心，我也不是舍不得花90块钱去买韭菜盒子，可是等他们一顿批评完下来之后，韭菜盒子都冷了，我买了一盒冷的韭菜盒子。拍照的那天从早上7点出门拍到了晚上11点半，到家的时候正好12点，那天还是我农历生日。我那天知道我自己农历生日还是水友跟我发的微信，说姐姐农历生日快乐，我说我去，随后收到了我爸我妈和壮壮的微信，谁爱我一目了然啊。婚礼不是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吗？我觉得婚姻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婚礼这件事情看参与双方吧，如果双方都觉得 OK， 家里人也满意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我跟泡泡的这个感情比以前还要好，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双人成型的一个事情，比如说一起聊聊天啊，随便看个剧吃东西啊，就是谈恋爱的那个过程更多的是一种快乐分享。但是当你开始面对好多好多这种像 labor 一样的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开始出现分担，说你就会发现哦，这个人是可以帮你分担，你也可以帮他分担。比如说我们那天在拍婚纱照的时候，那摄影师要求我们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他要把我就是腰部抱起来之后揉一圈，摄影师希望抓拍到一瞬间我有飞起来的感觉，就是我再加上那婚纱，然后再加上那个空气阻力，然后泡泡穿一巨紧一西服，就能达到他那个要求，太，哎，然后摄影师执意要求一定要做出这个动作，而且一次两次你也知道抓拍这种东西，可能20次都抓不到一次，就一直让泡泡重复这个，我都有点心疼了。然后泡泡一点怨言都没有，就终于揉出来一张，然后摄影师说 OK， 我们到下一个场景。这两天拍那个给我累毁了，我腰这两天都弄得我有点疼了，就让我拍那个婚纱照的那个动作给我扭到腰了。溜溜中溜溜还好吧？小众，那也不算重，稍微有点重，但是还行。我操！啊！是你呀，刘飞啊！是你呀！哎呦，怎么回事呀？我的心动女生来了。我这两天很忧愁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排忧解难。首先，就是上次你给我打了咖啡的广告之后，哎、第二天。咖啡的订单突飞猛涨，然后啪就被封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哈哈都没有发出去。我在想给你整个什么惩罚。你说吧，你跟我告白吧，然后这个告白语录里面要点名超过别的女主播。我操！好。刘菲儿，听说你很久了，也注意你很久了，在我心中你的分量早已超过了王菠萝，超过了苏苏，占据了我心里排行第一的位置。今天在这里我要正式对你说，我喜欢你，希望你能接受我的这份心意好吗？我知道远在天边的你就像遥不可及的星星一样挂在天空，你也许不会注意到我，但是我愿意在地上当一株被你的月光照亮的小小的草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在某一个瞬间你能够把你的光芒照到我的身上就已经足够了。你我点了两个人哦。我也一直很喜欢你，但是我一直以为你喜欢小苏菲。那么今天在这个机会里，我想问问我和小苏菲，你会选择谁？我选你，我当然选你。如果有可能你能看到我的话，我的心和我的脑都是属于你的，刘菲儿。我要把这段发给小苏菲。你录屏了吗？你发给他。我有录像组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I've been dancing in my room.Swaying my feet, trying to get you love and a kiss on the cheek. 这样能不能把钱赚了？如果这样不行，这样行不行？侧面没有，就是我这个皮套露侧面，超管铁封。但是如果有一个舰长，今天这个直播间封就封了。好，谢谢可以海星的舰长。
好，谢谢，可以，海星。说看你就看。我操！哎，看得到吗？我在这里，我动一下。啊、退钱。啊，我走吧。妈，妈，二人去哪？爸，放开我。小飞。我没喊你，真把我妈喊进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想跟我连是吧？那你挂了吧。刚不是跟飞燕玩的挺好吗？哈，啥呀？好选他了吗？啥就选他了？我操，谁他妈是去挑拨离间的呀？我晕了，你这老是。那你选谁了呀？啊？那你选谁了？我可以选你呀、啊，我服了。啊。想起了我那个三军阿姆，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？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当你的身体虽然发出了一些些的，比如说泪蹦了出来，什么鼻涕水烫了出来，但是其实你的嘴巴觉得真的还可以，真的还行。就是我那个还好，它不是嘴硬，也不是夸张，是我真的觉得还好。我爸年轻时候爱打麻将嘛，我妈就说她有一次打麻将的经历。在熟悉的人的那个麻将圈子里面加入了一个人，在最后还打起来了，而且是我爸挑起来的。然后据我妈描述啊，说对方打麻将的这个节奏让他忍无可忍。后来据我妈就是现场模仿，就说那位大爷属于那种仪式感很强的那种抓法，就他会先画圆，然后在每个人身前再拨一下，最后抓到谁跟前。他就是一直有这么一个仪式感，而不是说只抓一颗，每一颗。最后我爸没忍了，打起来了。哎，打架是不好的，能忍则忍。晚上好啊，比赛呀、啊，我今天晚上有比赛。晚上好，各位。你好，你好，各位评委老师们，晚上好，你好。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《我的新衣》，看我表演，你的平凡偶像胡佳音，兄弟们，键盘给我扣烂。Look at me， 从上到下，就哪怕小的细节也要美得爆炸。Yeah， 戴上勾圈，爵士踩在脚下，爱挤肚子也忍，只能网络上叫骂。穿我的新衣。来吧。有请超宝先点评一下，谢谢。整个飞我非常喜欢，我决定放胡佳音进去打一打。他们凭什么跟我打？给你50万吧。50万给你了，我决定给他39万。那我给他投个5万吧。谢谢。说唱是一种态度，选我一定没有错，我就是杭州嘻哈王，这个场子我后面也把它炸掉。从他这个台词的话，我可以再给他5万，给他10万吧，好吧。就不能押韵一点吗？说唱是一种态度，我保证这个场子我进去我能镇住，是吧？我的冠军父亲，我的裁判叔叔，我的评委姐妹，主办方、裁判，全都是我的人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后面有一个好屌的，我看一下什么选手这么屌。我只能一直往前走。这个也还好嘛，他这叫说唱吗？我在各大论坛上看到好多好多大师，教人唱歌，教人生活，还能教人写词，他们善于批评。善于匿名，善于在屏幕后面敲着键盘。退钱！这给出去的分儿，这还怎么退啊？我这听一下。不来，需要场地。我不听了。哎呀，还行吧，这进去确实是能打一打。啊，什么事？我妈喊我有事儿，我要先下播了。没事，就是想跟你说，就是如果把你的那个天使币拿回来的话，你应该不会哭吧？啊，拿多少啊？
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真的很能打，好吧。女神篇招收线上欧比君了，喜欢他们的搞笑逗趣，欣赏他们的精彩才艺，只要你有喜爱观看的女主播，欢迎发送邮件到女神篇 @163.com， 注明你喜欢的主播名字和平时看直播的时间段，加入我们，把他们给你的欢乐带给更多的人。